亮啊，非相当精彩的一个决赛，加油！那目前暂时领先是金城国中陈喜亮。好，加油，陈喜亮、陈冠莹、曾子轩，来加油！剩下最后一圈。陈冠莹目前暂时领先，武器陈冠莹。光荣，曾子轩，心态周浩成，曾子轩，新北光荣国中，心态周浩成，来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光荣心态加油。曾子轩加油，周浩成，恭喜新北光荣国中曾子轩拿下了国男800公尺的第一名，参考成绩1分59秒25。